现在海拔1300米。你再往上远一点了。哎，你们俩长得真像哎，是吧？嗯，好像。你看那边，看他。你吃什么呀？走，拿起来。没有的，吃了没？你吃什么？你给他什么，他就吃。1000多公里呢，西安的饼。西安的饼好吃吗？那吃不吃？你看，哎呀。饿了，小狗饿了。身不由己，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。青春的岁月，放浪的生涯，就任着时光奔腾如流水。体会着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着欢乐，狂野，体会孤独，是我的完美生活，也是你的完美生活。今天是6月20号5:48，现在6:05。我们准备出发了，出发了。跨神，什么找不到了？啊？什么找不到？钥匙找不到了。啥机？车钥匙。嗯。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开门找一下。他们不走，我抽烟了。我们的大车每天早晨起得最早，然后刚才我比你还早。在老板店里吗？对，要不你们先走，我一会儿去追你们。是你，我走不动，绝望罢了的态度，人在危难之间你总感动，是我太多不知道，道义是你的引导，明日来日也是你使我自豪，一声恐惧会痛饮，追过你只感到笑，狂笑着世间冷与酷，岁月无情仍愿意为你闯开新故事，情和义今天我知，是我不需一再怀疑，世上无情人在癫，义气本色不太易，但我知今天到此生死与你创作了。上午早饭都没吃，6点多出发，然后现在抵达昭觉县，现在吃早饭加中饭。这边的空气还是很好，透度很高，紫外线也比较强。卖头发，是他们自己的头发吗？自己的头发，梳头发掉下来的头发。他这个是称斤卖啊。称斤卖300块钱一斤，300块一斤，长的短的他不要，像他都是梳下来的，是吧？梳下来的，真的。湖南人收去做假发的，对。
不假发。他这是你看看，他都是长的，他都梳下来的，不是剪下来的。这个是羊毛的，羊毛。哎，找啥呢？男的。哎，没得事啊。就是取暖的，就是身上披的那个蓝的那个啊。那蓝色的就是叉儿袜嘛。啊，叫叉儿袜。对，要叫的那。取暖防潮的。对，取暖防潮的，还有就是全身。叫打不活火，哪个打不活火？什么打不活火？达就是到达的达，不的不，活火，红红火火的火。你们呢？你们呢？太恶心了！别搞，好基友一辈子。没穿雨裤啊！我操！都穿了，你为啥？他说他不穿的，啊，他说上了已经湿了就不穿了，然后后来就下大了。你看吧，结果这个湿太严重了，全部湿，我这样一坐，不急不急，一坐不急不急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走，我不会送你；你来，无论多大的风，多大的雨，我都要去接你。相濡以沫。相忘于江湖，从来都不会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，这就是兄弟。